朋友们，现在奥蒂玛生态系统中 Booster Split 合约的传奇促销活动正在进行中。在此期间，您将有机会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年度收益。如果您购买一个 Booster Split 合约套餐，并冻结奥蒂玛硬币一年，您将可以同时从奥蒂玛、Booster 和游戏奖励池中获得奖励。现阶段，每个奖励池每天会分配5枚奥蒂玛硬币作为奖励。所以这比短期冻结奥蒂玛硬币和错失获得3倍奖励的机会要有利得多。如何利用这么好的机会呢？我们将在这个视频里进行详细说明，请您一定看到视频最后，这些信息会帮您获得更多的利润。让我们一步步看我们制定的策略。第一步，通过冻结奥蒂玛硬币一年支付 Booster Split 合约的费用，这样您会成为 Ultima 奖励池的成员。第二步，在 Smart Wallet 中冻结所收到的 Booster Split 硬币，已成为 Booster 奖励池的成员。第三步，同时从 Ultima 和 Booster 两个奖励池中申请和领取 Ultima 硬币的每日奖励。在 Booster Split 合约传奇促销活动期间，您不仅可以获得奖励池的奖励，您还可以获得 Battle Boots 游戏中的游戏货币优惠码，它会帮您成为游戏奖励池中的一员。具体如何操作也非常简单，在 Battle Boots 游戏中激活游戏币的优惠码，在挖矿部分中购买被动收入卡，在每小时收入中积累游戏中的游戏币，将每小时收入中的游戏币转换为 Boss Split 硬币，并在空投时将其提取到 Smart Wallet 钱包中，冻结 Boss Split 硬币并获得 Ultima 硬币的奖励。大家应该知晓的是，每笔申请奖励的交易都会收取 Smart 硬币作为手续费，但是如果您质押过或者简单说冻结过 Smart 硬币，您就可以免除这笔手续费。您冻结 Smart 硬币的行为是在维持网络的运行，并会因此获得关键的资源，也就是 Bandwidth 和 Energy。 这两种资源是用来执行区块链上任何交易的，其中也包括涉及智能合约的交易。要进行免费的交易，您只需冻结5万至10万枚 Smart 硬币以获得 Energy， 或冻结几千枚 Smart 硬币以获得 Bandwidth。 最后是最重要的消息，一年后您可以取回被冻结的 Ultima 硬币。因此这样来看的话，我们在本视频中介绍的所有功能实际上都是免费的。不要错过获得 Ultima 历史上获得最高利润的机会，通过冻结一年 Ultima 硬币购买 Booster Split 合约套餐，享受每天增长的利润吧。